成扬鞭，万马嘶吼是你英雄的出场，生死一念天地无垠，红日蓬勃也比不过你豪情万丈，逐鹿中原你就为了那一天，夕阳下我望见你调转马头，一名士我接过你千军万马，我们是兄弟，血脉相连的兄弟，同把热血浇灌深爱的土地，为家国为梦想升起希望的图腾，这是你的光荣与梦想，也是我的憧憬与渴望，爱与恨的交折，血与肉的拼杀，其实在硝烟中飘扬，这是你的光荣与梦想，也是我的憧憬与渴望，爱与恨的交折，血与肉的拼杀，其实在硝烟中飘扬，飘多少次在梦里回到过这个地方，可现在回来了，却像做梦一样。是啊，好多年都没有回来了。哥哥，我们进去吧。怎么？还想回到你那冷宫里去啊？你来干什么？你紧张什么呀？我只不过是来给庄妃娘娘道个喜的。额娘，是呀，慢点，佛果儿，来，额娘在这儿呢。额娘，怎么？你以为是你的九阿哥啊？你可看清楚了，他可不是你的九阿哥，是我的佛果儿。我告诉你，皇上呢让你搬回这永福宫已经是开了大恩了，你呢就别痴心妄想着你的九阿哥能回来了。你呢，你想想啊，皇上都把他赶出宫去了，那是什么态度？还不明确吗？那说明福临不是他的儿子，那是个孽种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我胡说八道？这宫里宫外的都传开了，太监们都不知道把那些个闲言碎语带到圣经的哪个旮旯角落里了。你别瞪我啊，又不是我说的，这嘴巴长在人家身上，再说了，这话呢也是一传二，二传三，才传到我这儿来的。哎呦，你瞧我，我都差点忘了，庄妃娘娘先前一直是在冷宫里关着的，自然是听不到啊。哎呀，你是不知道那些话传得有多鲜活，让人听了真是全身都起鸡皮疙瘩。你说够了没有？说够了，我们永福宫要大扫除了，这满天满地的灰尘别脏了您的嘴。你这小蹄子，你是不是还没被抽够啊？啊，贵妃娘娘，您是不是忘了，我现在是永福宫的宫女，各宫的宫女犯错，自有各宫的主子惩戒，用不着您动了。你算了，额娘，我们回去吧。这个姑姑好凶啊。好啊，伯姑儿，你亲一下额娘，额娘就带你回去，好不好？嗯。哎呦，真乖呀！哎呀，这到底呀、啊，儿子才是额娘的心头肉呢。走了。咱们回去啊。
月儿，你还缺什么？我让内务府都给你添置过来。不缺了，姑姑。皇后娘娘，您能不能求求皇上，让格格见一下九阿哥呀？苏墨儿，格格，您天天心里想着他，念着他，连做梦都会哭醒，您怎么就憋着不说话呀？苏墨儿，不要麻烦姑姑了。为了我跟福临的事，姑姑吃的苦头还少吗？月儿，这个事情啊，我跟皇上也委婉地提过，他也没有表态。我看他现在还陷在海兰珠逝去的悲痛中，我也不好多说什么。我要是再提福临，就会更加戳他的痛。可是，八阿哥又不是九阿哥克死的，那些人胡说八道，他怎么会信呢？亏他还是皇上呢。苏墨儿，别说了。玉儿，我还是会想想办法的。再说了，这一次吴克善他立了大功，我想皇上应该会给他个面子吧。谢谢姑姑。福临，庄妃娘娘，快快请起。九阿哥，这是你额娘，快叫额娘。福临，快叫啊！额娘，福临，我的儿子，额娘想死你了。你以前为什么不来看我？因为额娘住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。那我的阿玛呢？你阿玛呀，也住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。他们说你和阿玛住的地方很大很大，还有很高很高的桥，是吗？是的。那里都好玩吗？对额娘而言，哪里有福临，哪里才是最好的地方。额娘，那你不要离开我好吗？额娘何尝不希望？额娘，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阿玛？会的，你一定会见到他的。额娘，在我的梦里，我见过阿玛。真的吗？嗯。他骑了一匹好高好高的马来接我。真的？他还抱着我亲呢。阿玛呀，一定会亲福临的。哥哥，时间不早了，咱们该回去了。福临，你知道额娘有多舍不得你吗？额娘多想每天这样看着你，抱着你，亲着你，再也不和你分开。海兰珠死了，大玉儿又回来了。皇上啊，你的眼里就只有那些可儿亲的狐妹子吗？娘娘，听说皇上还恩准庄妃娘娘去看了九阿哥，看样子皇上指不定哪天会把九阿哥接回来呢。你个死丫头，会不会说话啊？那个孽种又不是皇上的亲骨肉，怎么可能会回宫呢？只有我的博果儿流淌的才是爱新觉罗皇族的血液。是娘娘。好了，我不是有意要骂你，你来我身边也这么久了，我待你如何你是知道的。娘娘对灵儿恩重如山，奴婢的兄弟还蒙承娘娘关照，在正黄旗当了骁骑校。他这次能跟皇上出征，回来之后必定升官发财，全蒙娘娘恩赐，他以后一定为娘娘效劳。我还稀罕他效劳？灵儿，你若真想报答我，眼前就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去做。娘娘尽管吩咐，灵儿定当不辱使命。我要你去杀一个人，你敢吗？啊，娘
娘娘，您不是在开玩笑吧？刚才还说尽管吩咐，瞧把你给吓的，不是叫你亲自动手去杀人，你只需要……啊，娘娘，可千万使不得呀！要是被皇上知道了，那可是要杀头的呀！你懂什么？皇上之所以把那个孽种赶出宫去，就是因为他不是皇上亲生的，皇上巴不得他死掉呢。再说了，倒是那户人家怕担干血，肯定说他是病死的，与你我何干？本宫只是不便自己亲自出面，否则还要你帮我做什么？你尽管按我的吩咐去做，事成之后，我保你兄弟连升三级。多谢娘娘，奴婢去。你是？我是宫里来的，皇后娘娘让我拿点点心给九阿哥尝尝。皇后娘娘对九阿哥真好，请进。我就不进去了，我还要回宫复命呢。姑娘，回去禀告皇后娘娘，九阿哥在这儿好好的，请她放心。这点心可是皇后娘娘亲自做的，你可别偷吃了。奴才哪有那么大胆子呢？娘娘，嗯，一切都已经办妥了。奴婢叫家兄府上的一个丫鬟巧娘去送的点心。那个丫鬟是个孤儿，以前奴婢和她玩得很好的。她看到那一大块金子，两眼都放光了。哼，做得很好，多谢娘娘。奴婢已经叫她立即离开圣京，这会儿恐怕早已在南下的船上了。大玉儿，就算你出来了又能怎样？挡我路的人都得死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不好了。怎么了？九阿哥他……九阿哥怎么了？刚才宫外来人禀报说九阿哥得了怪病，现在昏迷不醒了。九阿哥得了怪病，怎么回事？快备轿。哎，先传太医。哦，快。啊，是。玉儿，玉儿，姑姑，快，赶紧给我出宫！出宫？对，福临生病了。福临怎么了？严重吗？我也不知道他生的什么病，去了就知道了。快，姑姑，您跟我说实话吧，福临是不是出事了？不然您怎么会让我出宫呢？皇上可是下禁令了，不让我去看福临的。玉儿，福临他昏倒了，昏倒了，快走吧。太医，九阿哥到底得了什么病？皇后娘娘，卑职无能，九阿哥的脉象并无异常，诊断不出是何病啊。脉象正常，那怎么会昏睡呢？这个，卑职无能。赶紧开个方子，保住命再说吧。这，娘娘。福临，儿子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九阿哥，你可不能有事儿啊！草民该死，草民该死！九阿哥昨日还好好的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草民不知，请娘娘责罚。我责罚你们，能救得了九阿哥吗？娘娘，要不然我们回宫请皇上拿主意吧。大嫂，玉儿，那你们先守在这儿，我回去求皇上找一个最好的太医来。谢谢姑姑。皇上没什么大碍了，放心吧。皇上。啊，草民拜见皇后娘娘。初儿季哥哥，
你怎么来了？草民四海为家，近来云游到盛京，想想多年来没见过皇上和几位娘娘，就来打扰了。哥哥，你这些年都去哪里了？朕也没想到还能见到楚儿姬哥哥，刚才他给朕开了几副药，这鼻子好多了。皇上还要安心静养才是啊。真的是太好了，楚儿姬哥哥，快跟我出宫去吧。出宫？楚儿姬刚到，你让他出宫做什么？皇上恕罪，皇上，福临他得了一种怪病，昏迷不醒，这太医也束手无策，刚好神医楚儿姬哥哥来了，皇上，那福临的病就有救了。叔叔，福临到底得的什么病啊？九阿哥脉象平稳，肤色发青，昏迷不醒，此前我曾遇到过这样一个病例。那还有救吗？月儿，你别紧张，你看你楚儿姬叔叔这么平静，福临他肯定会没事的。哥哥，你有什么良方吗？九阿哥中了一种奇毒。中毒？那太医怎么没有诊断出来呢？这种毒啊，叫毒浑水，是由多种毒草研制而成，无色无味，一般的诊断是看不出来的。我在蒙古见过，七日内若无解药，就会无疾而终。姑姑。玉儿，刚才的话你也听到了。你楚儿姬叔叔说，福临的病需要亲生父母之血来做药引才能治。玉儿，你告诉我实话，福临他到底是谁的骨肉？姑姑，福临当然是玉儿和皇上的亲生骨肉了。玉儿再大胆，也不敢拿福临的命来欺骗您啊。有你这句话就好了，我立马进宫求皇上救福临。姑姑，又要让您操心了。也许要感谢那个下毒的，才让你和福临有洗刷冤屈的机会。我先走了。皇上驾到。皇上。皇上。皇上。玉儿替福临谢皇上救命。玉儿，快起来吧，你看皇上不是来了吗？皇上，九阿哥可是您的亲骨肉啊。皇上，为救九阿哥不得不冒犯您了，请恕罪。皇上，是，这是排毒的正常反应。福临，福临，皇家的是是非非，谁能说得清楚？我皇太极身为一国之君，却也要深陷这些世俗之中。如今江山未定，天下统一的打击，
何时能成？玉儿，福临他现在没事了，你就放心吧。可皇上为什么还是不让福临回宫，也不让我在他身边照顾他呢？皇上不是已经说了吗？现在福临还没有完全恢复，等养好了病再说。而且有你额吉在那边照顾，你就不用担心了。皇后，你把我们大家伙都召来做什么呀？等会儿你就会明白的。皇后娘娘，人带到了。草民叩见皇后娘娘。起来吧，宫女们全部已经到齐了，你去好好看看。下毒的都是哪些人？认准了才好向娘娘交代。去吧。这怎么可能？你都已经看仔细了吗？草民仔细看过了，这些都不是那天来送点心的姑娘。这怎么可能呢？草民记得那送点心的姑娘座门上方有个痣。灵儿，你这个死丫头，怎么不找一个普通一点的？起来吧，都散了吧。是，是娘娘。皇后，你把这宫女们全都召来，到底所谓何事啊？所谓何事，你心里比谁都明白。啊，皇后娘娘，你还真是把我给说糊涂了。万能的神灵，您别怪我，是贵妃娘娘让我做的。幸亏九阿哥没死，要不然灵儿恐怕也活不长了。保佑我，老天爷保佑，老天爷保佑，老天爷保佑。灵儿，啊，娘娘。你在做什么呢？我没做什么。你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是你做的是不是？你想找死是不是？不是我做的，是娘娘您叫我做的呀。你这灵儿胆子这么小，到时候经不住逼供，那可就糟了。娘娘，啊，阿瓦。啊，阿瓦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老了，把部落交给了你大哥，来看看你。哎呀，阿瓦，您还健壮着呢。怎么，不想让我来？没有，瞧您说的，阿瓦，这一前呢，女儿身边也没个亲人的，是受尽了欺负。不过现在可好了，阿瓦您来了，我回头啊给您找一个好宅子。你的孝心我明白，你啊就不用操心了，倒是你自己可不要辛苦了自己。女儿倒是没什么可辛苦的，不过阿瓦眼下倒是有一件难事，阿瓦您可一定要帮我。你是贵妃，
还有你难办的事。嗯。皇上。找到那宫女了吗？都已经查过了，说不是。这就奇怪了，难道不是宫里人做的？可是幕后指使者肯定是在宫里呀。现在无凭无据，又能怎么样？好在福临命大。皇上，玉儿她都气哭了。你好好劝劝他，不要冲动。是。皇上，皇后娘娘，贵妃娘娘的贴身宫女灵儿死了。怎么死的？在池塘里淹死的。皇上，这分明是杀人灭口，一定是纳木中下的毒手。无凭无据，先不要乱说。皇上，皇后娘娘，贵妃娘娘的阿瓦阿坝该部卓里克图郡王额济格诺延来了，他现在在灵止宫呢。他几时到的？禀皇上，下午来的。那会儿皇上不在宫中，他就去了灵止宫。皇上，肯定是纳木中做了亏心事，心虚了，然后让他阿瓦来撑腰。话不能这么说。额济格诺延从阿坝该到圣京，少说要十天半月。他事先应该不知道。那此事难道就不了了之了吗？当然要查。叫仵作，去检验一下尸首，到底怎么死的。说这，你是皇后，你呢，也要多关心关心纳木珠，用你的恩德去感化他。这后宫不宁，让朕如何安心军政大事？知道了。德禄在，白家林止贡。这，阿瓦，您可一定要帮我。要是让皇后找到了巧娘，就不得了了。女儿啊，你和其他嫔妃不和，已经传到蒙古草原了。我还不信，现在看来传闻不假。阿瓦，您不帮女儿，倒帮起别人来奚落我。你自己不争气，还指望别人说你好啊？我，你以为人母了，你就不能安心的相夫教子，过安平的日子？皇上对你也不薄，现在皇上纵容你，是因为我还在。等我死了，你还这样，你让在九泉之下的阿瓦我怎么安心呢？阿瓦，你干嘛说的那么凄凉啊？好了，我知道错了，别生气了。巧娘的事，我来帮你摆平。以后啊，不要去管别人的事，安心把十一阿哥带好。啊？嗯。皇上是多么圣明，他不会亏待你们母子。知道了，阿瓦。皇上驾到。皇上来了，要温柔点儿。知道。纳木中参见皇上。老臣，老王爷请起。您这把年纪，朕可承受不起。皇上的厚爱，老臣受宠若惊。啊，皇上请。老王爷，什么时候到的圣京？啊，今日刚到。皇上喝茶。阿瓦，您喝茶。自己动手啊。灵儿呢？怎么不见她来沏茶呀？皇上，灵儿这丫头命苦，掉进池塘里淹死了。好端端的怎么会淹死呢？这么愚笨。皇上。好了，德洛在，回头让内务府找一个机灵点的宫女过来。奴才遵旨。谢皇上。这奴婢懂事，主子也轻松，不用想那么复杂的事，免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老王爷，您说是？皇上所言极是。贵妃，你可要记住皇上的训示，你要一心一意地把十一阿哥照顾好，这就是对皇上最好的报答。老王爷，此话甚合朕意。这次来圣京多住些日子，
身体怎么样？多谢皇上关心。老臣老了，这身子骨也蹦跶不了几天了，只是不放心贵妃。皇上，贵妃从小被我宠坏了，如有冒犯之处，还请皇上多多包涵。老王爷过谦了，朕自有分寸。那老臣就在这里先谢过皇上了。皇上，老臣打算在盛京住一段时日，这样也能时不时的拜见皇上，聆听皇上的教诲，也希望多跟石亚哥亲近亲近，享受天伦之乐，还望皇上恩准。这样甚好甚好，有老王爷在，你就什么事都不用操心了。是皇上。皇上，纳木中听了您和阿瓦的教诲，这才发现自己多有不懂事之处，还请皇上恕罪。你有此觉悟，朕心甚慰。有空呢，多去皇后还有其他宫里走走，这后宫一团和气，朕才安心国事。是。皇上对贵妃的垂爱，老臣和阿巴该铭记在心。老王爷，坐。老王爷，这征伐明朝，还要贵部多多出力呢。但凭皇上吩咐，阿巴该无不从命。好。龙哥，有件事情我需要你帮忙。娘娘尽管吩咐，龙哥无不从命。这个灵儿死得蹊跷，纳木中一定是杀人灭口。这个龙哥也想到了，但是仵作已经验过尸体，并没有可疑之处。灵儿出宫做了什么？这个必须查清楚。娘娘，这个卑职已经查清楚了。哦，是吗？灵儿并没有那么傻，自己去给九阿哥送毒点心，他一定是找了另外一个人去。不错，卑职查到灵儿的兄长叫朱查，在正黄旗做左领，是贵妃举荐的。这就对了。给九阿哥送毒点心的就是朱查家的丫鬟巧娘。那把他抓起来不就水落石出了吗？巧娘逃逸了，问题是巧娘是个孤儿，无家可归，天下之大，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，也许早已经离开大清境内。不过卑职已经派人四处去找了。可恶。但是即便是找到了巧娘，现在灵儿已死，想要扳倒贵妃是难上加难啊，这最多治他个失察之罪。那么重一次次陷害我，我都忍了，如今他竟然要来毒害福临，此仇不报我绝不甘心。娘娘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相信经过此事，贵妃也会有所收敛。是可忍孰不可忍，如今他竟然要我儿子死，我必须给他一个警告。皇上，明天就要出殡了，你还要为陈妃主持葬礼，你一定要振作起来。交代过你，追封兰儿为敏惠宫和元妃，丧殓仪式按国葬的规格，只怕呢？是的。难为你了，以前朕放过糊涂，那是朕一时怒气，朕知道伤了你的心。皇上，你没有啊。这是朕为陈妃最后一次难为你了，朕什么都给不了他，只有这最后的葬礼。我不会介意，只要您的心里能宽慰一些就好了。哲哲，谢谢你的宽容大度，谢谢你的包容。皇上，你一定要振作起来，您是万圣之身，负有抵定天下、赋予万民的责任，
要尽快的从悲痛中解脱出来，这才是我和后宫嫔妃们以及举朝上下文武百官的希望啊。朕努力了，朕真的努力了，但是朕摆脱不了。一闭上眼睛，兰儿的面容就会出现在朕面前。世事无常，身为帝王仍免不了生死离别，而这一别不知又要多久。朕的婉儿啊，
开城门。没听到我说的话吗？打开城门。祖云大人，难道真的要降吗？你看看，若不开城门，全城百姓都将饿死。难道你想吃他们的肉，再苦撑这十天八个月吗？我祖大寿，无能，愧对大明，愧对锦州百姓。我们坚决不降，坚决不降，坚决不降，坚决不降。大家都要活下去，这是我现在唯一可以为大家做的事情。总督大人，祖大寿投降了，锦州丢了。什么？松山已经断粮几个月，城内早已是饿殍遍地，我们再这么守下去不过是一座空城。什么？难道你想投降清兵他们吗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谁要投降，我第一个砍了他。叫将士们避开火力，让洪承畴打，炮弹打光了，看他还怎么折腾。好，哥，你不能死啊！你醒醒啊，哥！哥！哥！管大海，十四叔，我和他被洪承畴的炮弹给炸死了。马震，马震，马震！这叫我如何向戴胜哥哥交代？世子叔，你一定要给我哥报仇。报成仇？为什么不开炮？总督大人，没炮弹了。啊！总督大人，清兵从南门冲进来了。什么？夏将军勾结清军，打开了南门。天绝我也！天绝我也！哼，洪承畴，你也有今天！多尔衮，别那么嚣张！要不是夏承德打开城门放你们进来，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！哼，这就是你们明军的悲哀！好端端的江山，就被你们的内斗给搞垮了！废话少说！今天我要用你的人头，祭我死去的八旗将士，还有我的亲侄儿。且慢，怎么，你还有遗言吗？成王败寇，不劳你动手，我自己来。皇上，洪承畴无能，辜负了您的希望，愧对大明。松山丢了，锦宁也守不住了，我只有以死来尽忠谢罪。住手！你什么人？怎么敢阻止我为国尽忠？洪大人，在下肃亲王豪格。豪格，你干什么？皇上早就说过，洪大人不能杀，难道你想抗旨吗？你知不知道马震就死在他的手底下？这两年多少八旗将士死在他的炮火下，又有多少无辜百姓死在他的绝情之下？不杀他，我怎么对得起那些忠魂？怎么对得起李亲王？多尔衮，别颠倒黑白。锦宁防线上的累累白骨，难道不是因为你们的野心？一寸山河一寸血，你们在我大明土地上大肆劫掠，无所不为。身为大明人，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你们赶出去。大丈夫何惧一死？你动刀吧。洪承畴，我今天就成全了你。多尔衮，豪哥，洪大人，我不会让他杀你。大清皇上需要你活着。事到如今，
还想做招降美梦啊？我告诉你，我洪承畴头有一颗，心有一个，有本事就砍了我的头，挖了我的心，这要让我骨子里血变颜色，你做梦去吧！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？浩哥，你给我让开！多尔衮，你要想杀了他，先杀了我。你以为我不敢？违抗军令，我可以先斩后奏。你，圣旨到。瑞郡王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瑞郡王若抓获洪承畴，万万不能杀之，即刻带回京城。钦此。瑞郡王，接旨吧。洪承畴给我押下去，严加看管。是。走。去花轿深愁。